是行星，同志们，还是去体检吧。自己身体差了那么多，真的开玩笑。差不多吧，三点多钟了。再来玩两下。后面这人十二点睡。忙的。对。这是什么？你用电信了吗？现在？嗯。你现在用电信了吗？嗯。你现在是移动跟电信了。还有装联通。啊？还有装联通没用，放着爱心用。保号啊？嗯。那我移动联通。啊，不是，我那个联通卡不要钱。不是吧？是那么好。那我电信要开个保号了，8块钱的保号，那移动。